数据现在看起来啊，速度是最快，效率最高，而且行动最容易落实，就是及时有效。王牧有这个想法，所以工兵群啊，我们就找很善良，就是将来可以在兵员继续在你后面完成。兵上面，我们普通的集聚里面，现在外场跟外区的卡车哈，卡车有点赶。你是说军方的机具如果再增加的话，你们赶紧靠机具了，好，有需要的。我们人力上没有机制吧？人力没什么。我们工兵群每个军团有工兵群，对啊，是吧？那就是工兵群。对，曹院长，目前为止我们的机具都可以满足这个八十层。对，可能是刚开始进场，刚开始对是27步，那今天到达64步，对，好，就是他继续，我继续可以配合他的叉子车，叉子车的量多，我今天的如果他120步呢，要调继续过来，会再调整继续过来，继续调整，好，我们宣传陆军是那么回事，对，我们王某也调兵兵，现在就是他够用。就我们还有部那个怪兽还在这里没有动，哦，今天来了64，没有问题，今天64，现在看了，现在看了，对，这句话，不能就快了，你如果速度能加快的话，他那个余温那里就不必等，对，好，我帮你，哇，从2000多到今天6000，哦，是当时从第一天他就27。今天六十，挖的多，挖的就多。如果今天挖了6000，余温哈，我看它面积很广。为了不让他们前几天是说好像卡车跟这个怪兽之间，卡车比较没有时间。哦，前几天来27步，今天最多64步。好，你那边假如进沙石的卡车能增加。到他这边去，我们继续就是供应量，机动性会我们在这个，因为现在没有卡车可以运行嘛，都是很顺畅的。在我想哈，还有部分还没用到。在我想，玉米一定希望能够赶快恢复，他能赶快恢复再讲，因为他早一天养，就早一天有收获，那所以他一定在时间上希望能快，希望能快。那要符合玉米的需要啊，要加快，就有人员。机具还有车辆这方面的。那如果你的砂石车能够调更多进来，机具增加，那我们怪兽跟兵员还有各种设备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辛苦你了，好，谢谢院长，谢谢，刚下令。王院长，元旦是上校啊，哇，恭喜，已经核定了是吧？已经在上车了，恭喜，20号。